好，好，罗烈，我们来日方长。 此举也实属无奈。玄龙王一心要取你性命，为今之计，只有你离开北水国，对你，对冰凝姑娘都是好事。谢过七长老，冰凝她好像伤得很重，她的伤除了炼妖玉的苦寒，似乎还有一些其他原因，怕是会陷入长时间的昏厥，无法醒来。七长老可有法子？ 金兰国国师杀千里，术法精妙，对于奇诡难解之事颇有造诣。小王爷不如即刻启程，前往金兰国寻他一事。七长老对我有恩，日后有任何麻烦，只需一句话，我罗烈必将倾尽全力相助。 送你去见老南离王。你想利用龙臂上的尖刀伤我，趁机取我性命？可惜，算盘没有打响。哼，倒是冤枉我了。 只是为了让你插翅难逃。若是不借助复刀战，你连让我受伤的资格都没有。 战元兄，罗烈与雪冰凝被关进去这些时候，恐怕早就变成两块冰人了。何苦你再跑一趟呢？当然是来看笑话的。我也很想看看他在我面前还能不能嘴硬。 让你失望了，难道是你身怀异宝，可抵抗炼妖玉的阴寒？崇镇元，你竟敢私通逍遥阁，借刀杀人，今日之事，必定你们谋反之罪。哼，无所谓，反正你们也是将死之人嘛。兄长，我俩的恩怨也是时候做个了结了。黑白球，这不就是熊猫？是谁？杀
出来，扰人清梦。好神强悍的实力，这怕不是上古妖兽，普通手段降服不了他。那怎么办？我错了，一开始我真以为是个误会，到现在才明白，他们想彻底除掉我们。早知道，我就该随身带一些能冲击血脉的药品，或许还能尝试解开禁忌咒。冲击血脉，龙血可以吗？我这里还有。龙血只可辅助功法修炼，却不可内服，乃是剧毒之物。管不了那么多了。这是王都逍遥阁的腰牌。正是，我问过吴太来，他只说此腰牌整个北水国不超过五块。小王爷想知道，可以去问君主。哼，还卖关子？逍遥银龙令，他说的倒也没错。据我所知，逍遥阁明面上是拍卖搜集各国宝物的商铺，实际上他们暗中控制不少于二十个诸侯国。每个地区都有他们设立的分部，这是将自己当地下君主了。不过乌太来能乐意将这宝贝献给我，不仅仅是这样吧。聪明，逍遥银龙令最大的作用就是保命，无论你得罪谁，哪怕是一个王国，他们都可以保你三年内性命无忧。既然如此，他自己为何不用？一滴破碎金龙血不是谁都能得到的。啊，你这家伙能耐倒是挺大，那就好办了。取一滴龙血，滴在背面的旗花上，然后写下你的名字。成了，此令已认主，你可以通过它自由出入逍遥阁。时不我待，咱们这就去看看吧。